新加坡饮食即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，魅力指数一点也不打折扣。狮城阿龙肉骨茶在各家老饕口耳相传之下，早已成为上海的指标餐厅之一。店里虽然不讲究装潢，看上去就像大排档餐厅，但是菜肴的口味和当地相比一点也不逊色。汤头浓郁，配料丰富的肉骨茶以及饭香扑鼻、鸡肉滑嫩的海南鸡饭都是店里的招牌菜色。尖峰时段经常呈现店外人声鼎沸、店内人头钻动的景象，热闹好比节庆祭典。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，不用前往新加坡就能尝到正宗美食，是生活当中最值得期待的事情。